位于基隆市安乐区市委里的投开票所，投票人潮络绎不绝，甚至出现等着进入圈票处圈票的排队人龙。其中还有好几位接近100岁的阿公阿嬷，在家人的搀扶下完成投票，让人感动。我丁磊，我才记得。哦啊！啊，你今仔来投票啊？系啦。哦，恭喜啦，恭喜！大概拢有来吗？有，大概拢有来啊。有啦，你上中心的。哦，一定要来投的对啊，哈。谢谢大家，要住那么久啊？哎呀，你好，你真的。与许久不见的左邻右舍亲切打招呼，内政部长林佑昌也在入阁后首度返回故乡基隆投票。林佑昌表示，老天爷帮忙，天气晴朗，呼吁国人都能踊跃出来投票，用手中的这张选票一起为台湾民主发展写下历史。我想今天天气非常好啊，也鼓励我们所有民众大家踊跃出来投票。那这个我想大家一起啊，为台湾的民主的发展写下历史。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刻。那投票是这个还有民主的一个参与，其实也是国民这个对民主国家我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跟义务哦。所以总归一句话，天气很好，心情也很好，所以鼓励大家踊跃出来投票。记者张启泰基隆报道。